你一个妇道人家硬是凑上来，若是断了条腿，瞎了只眼，不也寻常吗？你敢！ 正本交出来，我或许可以饶你一条活路。吴先生，吴先生饶命，账本就在我怀里，你自己来拿就是了。主君，主君，主君！啊！ 你果然还是来了，你此行的目的可是为了这账本？你已经拿到账本了，可以放我们走了。哼！我若是不放呢？陆相公尚在怀中，给我递过请柬。若是今夜我们二人死在女院子里，恐怕是也难辞其咎吧。 你是有情敌，可他呢？小贼惯偷，穿墙入户，盗我屋中珍宝，即便是乱棍打死，又能如何？至于你，我院中抓贼，你一个妇道人家硬是凑上来，若是断了条腿，瞎了只眼，不也寻常吗？你敢！